贺夏，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你说呢？我说，反正就不待见我呗。女士优先，你知道吗？没见过你这么爷们的。娘，人家只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嘛。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关系？上层和下属的关系。表白这事儿啊，男孩子应该主动一些。我喜欢你，该死的偶像剧，该死的冲动。你来电了。啥的？那我呢？我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偏偏是他呀？他其实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。他不值得依靠。为什么？他曾经是我姐夫。我姐出车祸。我姐出车的时候还怀着身孕，然后这个渣男就着急跟我们家撇清关系。为什么陆曼的姐姐会是他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陆云的死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实在不希望看到我们这帮人因为这件破事分崩离析。到此为止。我做不到。当年那场车祸，我就总在撞死陆云。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自责，他跟我们有关系，不仅是我和你，你和他，也是我和他的事儿。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，下周二晚8:30，好好生活。